谢谢经过班门，各位电竞学员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哦，yes，来给自己多一个掌声先来。今天我来到这边之后呢，我看到我们这个课室哦，坐满人，好，所以可以可见大家的学习的这精神超级棒了，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最棒的掌声先来？ 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来自全马各地哈，都很多这个地方的哈来哈。所以今天我也很荣幸可以在那边这个 Bel'amour Camp 呢当今天的司仪这个MC。所以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的名字叫做 Steven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想邀请的是谁呢？你可以看哈，就是我们的陈老师哈。来稍微提一下哈，这位陈老师呢，他是我们公司。 一个很 respect 一个领袖，一个老师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举办了22层的这个 Bel'amour Camp， 他也跟我们跑了22层，他成为我们的老师去做分享教导，怎样去用这个 Bel'amour， 明白吗？22届都是他来 handle， 再不用紧哈，再不用紧，他是我们 Malaysia 政府所认证的哈 ，recognize 的一位 VTO，VTO 是什么？你可以看那边 Vocational Training Officer 在 Malaysia 新加坡，明白吗？来，再给他一个掌声，再来。所以这位哈超级有心的一个老师哈，他也是一个理疗师，你可以看到、他已经成为我们理疗师很多很多年了，但是他的 customer 他从来不会放弃的。我可以讲说，我去新加坡，我见他，他都是躲在一个房间，就是帮人家做出排毒啊，明白吗？超级棒的哈。所以他今天不只是 full time 在教。 还是 full time 在帮人，好，所以来，我又不浪费我的时间，来，我们用最棒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老师。谢谢我们今天的司仪 Mr. Steven，OK， 再来就是感谢 DNG 公司主办这个淋巴培训营啊，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向各位学员问好，OK， 大家早上好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 ，Oh yes！ 然后等一下，拉不好，整个 salon 弄到整个计划霜又湿湿的，又很不舒服的。OK， salon 是让你们容易进出上厕所的啊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引流是比较特别的，我们要准备这个粉跟手套啊。很多人都会说，我帮人家做按摩啊，一动到他的皮肤，我会被 中毒啦之类的东西啦，然后这个饮沸水，把沸水引出来，你会不会手去吸到它的沸水啦？我告诉你